HBO 日前宣布 HBO Asian Pacific American Visionary 的短片总决赛名单，这是为亚太裔导演新秀提供展露才华机会的短片竞赛。三位进入总决赛者 Mara Go Remittance、 Hui Bin Lau June 和 Fiona 阮凤仪姐姐将在五月份举办的洛杉矶亚太影展中一较高下。HBO 频道也定于五月份亚太裔传统月在随机随看和数码平台首次播映这三部短片。今年竞赛主题是以创意和创新的方式探索家的概念，三部入围短片根据此主题探讨移民、种族主义和族群融合议题。敬请锁定周日晚间6:30国语一台以及9:00无线3台的 HBO 亚太裔美国人梦想家短片展。